叫什么在上？欢迎回来收看 Clash Royale 的 video。我们今天不会放 face cam， 因为我这个用电话录的，录到我的脸是会不会很好看？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对了，就是我现在在一个新的 clan， 是叫什么？金牌炸光，金牌炸光，yes， 这个 clan leader 就是林大勇，我们今天刚刚 create 的新 clan。Oh yeah， 所以你可以看到金牌打广告，有一个金一个金币在那边啊，是我们的 clan logo， yes， 非常漂亮。所以你可以看到 clan 的 description 是林尚进单身27年，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clan 帮他金牌打广告，寻找有缘的人。非常欢迎女生踊跃参与此 clan， 我们的上人很 nice， 很健谈，很有钱，比那还认斗鱼吗？长得也不错，祝福幸福。OK， 所以我们之前那个 clan 它太多那些不活跃的 member， 所以我们决定 create 一个新的 clan。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刚刚 create 了，现在有30个 members， 在这边想叫大家那些玩 Clash Royale 的，而且又活跃的，请大家来申请参与。如果你们没有 clan 的话，首先我们有30个人，还有20个位，所以到先。谁到就谁先得，谢谢大家支持。所以这些是我们的现在的 clan members。Alright， 所以呢，现在我们来玩一些游戏，而且我已经换掉我台，没有 Royal Giant 了。对了，对，有2张 Red Card， 还有1张 Epic Card。我现在喜欢用骨头人，虽然是 Level 3，可是我们可以慢慢的。还有 Miner， 太臭了 Miner， 所以我很喜欢 Miner。所以你看，我们拿到了蛮多Legendary。Cards， 所以拿最近刚刚拿着 The Lock， 从这个 Free Chest， 很幸运的拿到，我就是最近蛮幸运的，然后有一些是买这个也是拿到，不知道从哪里拿到了。OK， 所以就这样，我存着这些钱，我要等 Miner 再垫出来，我就买 Miner， 因为 Miner 对我很好。OK， 所以现在等下我们才来挑战这些人，我们来打箱子吧。我们来给大家看我的新牌是怎样用的。Alright，OK， 对，所以一开始可以直接丢 miner 过去，因为 miner 很臭，很少人会去理他。可是等当人家，他就可以一直慢慢的拿 damage。所以现在有那个东西来 ，Oh no， 我们一定要放这下来啊。OK。它放掉哦，太好了，完美，很好的开始。OK， 这个。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拿到了他的1000多 HP， 所以不错。我们再放一个不错的 miner 过去吧。没问题，准备做 rocket。上次的那个挂上过一只 ，OK， 不要。OK， 我们放我们的 ，Oh no！ OK， 先过来。太好了 ，OK， 今天已经够了。哦哦哦哦，这边抢空地哦，太天真了，太天真了。OK， 可以可以。哦哦哦，不错不错。哎我啊、不用紧啊，值得值得值得。OK， 我们 support 他啦。因为我觉得他不会再挡了哦，郭靖宇到了到了到了，打了 ，OK OK， 还不错还不错，偷偷再放这个 miner 过去 ，OK， 然后这边放我的 adjust，OK，、okay, 美美美美，然后我最好 defend 这，因为他的一个来啊，再放我这个过来啊，这样才对啊，他的闪电也没有用。OK，
OK， 过去过去过去，快点快点 ，Miner。OK，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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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OK， 我们需要多两个 rocket 就可以打倒他。这个时候快放，因为他的那个 horror 都要来了。不要跟我讲他直接去刀二，幸好他没有直接去刀二。哦哦哦，啊，我放错。哇，冲啊，快点 ！Oh my gosh， 啊、哦，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硬硬防守 ，OK， 硬硬防守，然后丢 rocket 过去就对了。可是我 rocket， 我想最后一秒才给了一个惊喜这样。嘿 ，OK， 完蛋了哈，给我射到哈。OK， 哎，不用急啊，直接 end 掉它啦。我忘记了我的那 rocket 铲那个就够了 ，boom， 很好的惊喜，哈哈 ，OK， 所以看我的，看现在明镜牌打工，我感觉很美，很光荣这样，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看，真开心，哇，你看他们在那边打 run， 来，我来找他们了，嗨，我刚才有叫那个 James 来跟我一起打，叫他用，他讲他用 spell 是吧 ？Let's go。Alright, James. 哎，等下我用别的牌，我用这个啊，用 The Lock 最新研发出来的牌。OK, 我们对 James. Alright, 哈哈，我就很喜欢放这个，因为这个很臭，他两粒去可以爽爽攻到人。耶、yeah, ，一粒飞过去，哇，嗯，我们看他的这个毒是否有用。现在新的 update 过后，毒没有吧、啊，不会慢下你的 troop 吧，所以是很不错的。所以现在我们慢慢来，放一个 prince 在后面，再放一个 ice wizard， 再放一个这个 ，oh no no no。哦，这么好像用，有点不对啊！哦哦哦！哦，幸亏，我直接推我家燕过去，完蛋了这个塔，拜拜！太好了，太好了！难道我们可以直接？哎，他应该是不够 mana， 我们多一个 push 吧。好笑！放粉的放高一点，看他，哎，还是可以读到了。哇，他是完全用 spell 玩 ，true deck 哎，嗯，还是我等下用 spell 跟他打一场，刚才没有讲好，哇 lightning 我很少用 lightning 哦，可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用 lightning 来打我的塔，是不错用啊。诶，他这个不是塔啊，不然就 end 掉他，我们就可以来打零多一场。OK， 应该可以了，放一个 lock 点过去，咚咚咚。来，我们来专门玩一场，专门用 spell 就可以了。James， I go make a spell deck。Two， 哎，我们来看林大勇对这个廖俊介，我们吹喇叭一下，看林大勇表演，嚯、哦，好快的攻击，廖俊介 ，OK， 一个 lock 加那个 mega minion， 嗯 ，mega minion 其实很痛一下，如果用对的话，哇、哦。哇哇哇！抽那个了，哇！这是那后来的世界跑到推边去，哇！我们吹多一点喇叭，希望他加油一点。哇！抽着抽着，每次放 princess 直接射对面，
吹多一点。哇，不错，给妈妈在那边打。哦，不错啊，原来骨头人可以用来这样 distract 啊。哇，更臭！哇，够臭哦，这样一打通哦。改啊，我们的林大勇面临输啊，面临输什么华语、啊？哇，太臭啊！一个 lock 把他推过去，哇，完全攻不到啊！大勇应该有一个 rocket， 他的新 deck 哎，可是他能不能翻盘呢？我拼命吹喇叭给他，他应该没有触发绝招的。可是他们两个人的牌蛮相似的，只是有一个 Inferno Tower 还有那 Mega Minion 不一样。哇，这招有够臭啊！哇，一个 Z 完蛋！哇 ，Oh no，Oh no！ 哇，那个一个骨头人也是蛮痛的。Oh no， 危险危险，捡好。嗯，看我们4000多倍的林泰勇到底能不能翻盘呢？这经验能帮他赢取这场战争吗？他现在一定是很讨厌那个 Inferno Tower 的，还有那骨头人，哇，臭哦，完全攻不到，没办法，哇，哇，更臭。可是现在俊杰应该用了蛮多的 Elixir， 应该是不大够用了。喂、哎，放了好靠近的 Inferno Tower， 哇 ，Oh no， 俊杰多一个 Lock 就可以，其实多一个 Zap，Oh no，Oh no， 我拼命吹喇叭都没有用，唉。赶紧 good game， 所以证明了我们的部落有蛮多强者的，所以是很不错。所以 OK， Metal Gray 在找上镜，我们玩多一场 Troll game 这样呢，我们选全部那个 spell， 哈哈哈哈 ，Rich spell， 但单用 spell 能玩吗？让我看看。Barbarity Barina Elixir， OK 啦，用这样，这个算 spell 吗？这个算啊。还有新出的要出来啊，就是这个 Graveyard spell， 哎，多一天罢了，好快好快。OK， 我们来用完全部选 spell，arrow 也是 ，lock 也是吗？啊，这个也是。OK， 我们只需要多一个 free spell， free spell 应该没有用过啊，真的没有别的、哦、OK， rich spell 两个 elixir 吧，我们用它来快点 cycle through 我们的 deck。 OK， OK， 我们打了一款就是 spell 穿了。 OK James spell deck only ready。有在 record 这吗 ？OK， 有在 record 这。OK。OK， 要怎样用呢？现在，直接放两边了哦。魔方 Lightning， 我第一次用 Lightning 嘛。OK。我们这么好这样慢 ，OK， 两边都要中。喂，这是什么意思？哦，这个算是 spell 啊 ？Oh my gosh， 好臭啊 ！OK， 尽量。
Oh my gosh.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应该可以啊，关，关键你在 ，yes， 哇，好笑，我从来没玩过这个，嗯，that was fun， 哦，太棒了，看到牌，哇，太有米了，怪不得，太臭了。不用紧，我们赢了，哈哈哈哈 OK， 这一集的 Clash Royale 就到此为止，我们有一个新 clan 了，所以就欢迎大家来参加吧，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 Clash Royale 的 video，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大勇有玩到很高，他玩到进这个排名里面，现在不知道他有在吗？ 4182， 他有在吗？他几杯啊？哦，他跌下来了。他之前很高啊，打4370，不知道100多，差不多百多名去。看这个极有钱，极有钱 ，Level 3的 Princess 真是奖赏。All right， 所以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打一个和平处，耶、yeah ！拜拜。